这里是非奇莫尔，欢迎来到 TB 的魔法记录啊！TB 是小生于日服的魔法记录所用的名字啊。这影片是小生之前的游戏记录啊，不是什么攻略影片啊。你也不可能攻略以前的活动啊，因为以前活动已经结束啊，关卡已经不见了，所以这不是攻略影片啊。然后就是每次我在实况魔法记录的时候，右下角的地方小生都会捏一个取自魔法记录的角色来当做光影的造型啊。然后在游戏结束的时候，不意外小生都会取自那个魔法记录的里面的某些剧情片段来把它光晕化啊，以那个西居嘎姆的呈现方式来呈现剧情。如果说想实况魔法记录的话，个人建议是一定要把背景音乐给关掉，因为它的游戏背景音乐是有版权限制的。还有一点是在游戏画面中啊，如果有角色他初次开启模拟化身的话，小生都会做一次的解说。不过以前拍过影片有做过解说的角色就不重复了。详细的游戏说明小生会列在下方资讯栏。就这样。あなたの力になりたいの。任されました。生きていく。まだ。これと。もう一度。無駄にはしない。諦めた方がいい。痛い。集中。痛い。油断した。游戏的话，它剧情虽然有时候有很多流水账啊的部分，但至少是完整的剧情啊。好，然后你如果玩过游戏就知道，那么庞大的主线剧情要动画化啊，会有删减是在所难免啊，所以有很多剧情很多桥段就感觉像是在赶火车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不过在动画画的部分啊，它有放了一些彩蛋在里面，比方说像是现在游戏画面那个左上角的部分，那个白色头发那个少女，他是五十铃年啊，就有个桥段是那个铃奈啊，铃奈他在用魔法，他可以用魔法变身成另一个人的模样啊。他就有一个桥段是他变身成那个五十铃年的样子，大概是这样。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桥段都有放彩蛋，就是有玩过游戏的人就知道是谁。就是比方说，像是有一幕是八千代在跟其中一个人通话。有玩过游戏的人就知道，就是说这个人就是十七页啊。如果说看完魔法记录的动画话，然后对其中的一些桥段或设定有任何疑问的话，其实都可以到游戏里面一探究竟的。不过游戏的主线剧情跟动画化的剧情，后面就的剧情走向就不太一样了。行くよ。私が行きます。油断した。舐めないでよ。やっもらった。いいかな。やっちゃって、ね、この一種が未来への道と届け。ストラーダゼーロ。ガルなめんなし。今はまだ死にません。行け。生きていく。勝負決めるよ。なめないでよ。やっとどめだ。神其身形为祭坛，此情感之主欲想把同族送到没有悲伤和痛苦的无的世界的魔女化身，一起怜悯地祈祷着。感性强的魔女化身在感受到悲伤和痛苦时，会反射性地采取拯救对象的行动。厌恶，那是魔女化身的血腥嗜好。自然感情不需要世界的慈爱喜忧参半，口中放生的风灯之光的照射者，立刻成为灰烬大地的养分。顺带一提，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只能看到相同的姿态，就连主人也没有见过其背后的样子。任されました。今はまだあなたに委ねる。行くよ。届け。最後の一撃撃っちゃって行くよ。
のクライマックスだ。切り開く。待って。私は希望を信じます。希望だけはまっすぐ。私はみんなと幸せ。お願い。マジですか。必ず見届けます。無駄にはしない。全てを消し去る。もう一度ごめんなさい。记录之后啊，之后就不定期更新了 主要是小声用来记录游戏用的啊，以后回顾剧情用啊。不过就是有时候小声会说话，有时候不会啊，看时间的。如果说时间不紧迫的话，然后刚好有什么新想法，就会在游戏里面穿插一下。没有的话就算了。另外啊，之后为了方便整理啊，从日服开始的游戏记录啊，小声就用 A B C D 来做编号啊，做先后的顺序。这个系列应该不会超过 V1 应该是不会超过26集啊，小声没有那么多时间。基本上 TB 的魔法记录主要都是打百或一、百或二的游戏记录为主啊。对了，题外的话就是说，你如果要打百或的话，建议要有两个魔法少女的魔女化身再去打，不然的话输出会很有限。不，还有就是你如果对你团队的那个的战力不是很有自信的话，我建议一定要把环彩羽带在身边哦，因为它可以复活队友，这一点就蛮重要的。当然是前提你的环彩羽没有阵亡啊。進むだけ。ただひたすら前へ。いいかな。はい、やっちゃって。これあなたの力になりたいの。任されました。今はまだ死にません。油断しない。生きていく。ひるまない。続けて。やってみる。あなたの力になりたいの。あなたの力。頼んだ。わかった。絶えず露天するせただ一つ信じる青年。たとえそれが茨の道で晴れしか。まだ私はないか。必ず見届けます。行くよ。私が行きます。生きていく。打ち上げてこ。任されました。集中。私が守るって聞いた。
見届けます。行くよ。私が行きます。まだ終わり。はい、当たってね。もう一つ、まだ行ける、うん、よし、これ、それな。この一射が未来への道と届け。まだ希望に導いて、ストラーダ・セイロ。どんなに傷ついても、私は希望を信じます。希望だけは、まっすぐ私はみんなと幸せ。お願い、ダメか。心臓がドキドキしてます。はい、那这次的实况就实况到这边了。